部分的话哈 ，left 的部分，那这个 left 我们其实就是前面一个字，再串哪一个它的称呼哈，所以这边会分成两部分看，一个是它的姓，它的名字里面的姓氏部分 ，OK， 后面的话是它的称谓，称谓的话呢就是根据它的那个性别哦，所以这边会两个部分哦，跟前面一题有点像，但是它的方式不太一样哦。这一题的话是用串接的，串接的话呢需要用到一个叫 and 的符号 ，and， OK， 以后的话呢在 Excel 里面，如果你要串接两个东西哦，一定要 and 的符号 ，OK， 好、哦，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啊，所以分两阶段，第一阶段先插入一个什么呢？文字函数。然后我要从左边开始算，所以这边的话记得用 left， 顾名思义嘛，哈 ，left。那从右边的话是 right 了，哈，按确定。然后呢 ，test 给这一个几个字呢？我要一个字，所以它会回来就五。哦 ，OK， 那当然向下填满都是只有姓。那后面的话要加上称谓，可是称谓你不能说全部的人都 and 先生吧，哈，比如说你这边的话 and， 假如你全部都打先生，那张。就是有女士的话也不能叫先生啦、啊、所以怎么办呢？你要做逻辑判断。那逻辑判断怎么判断、啊、and 后面、啊、第一个、哦、关键来了，一一定要先串一个 and， 二的话呢你后面就要串一个什么东西了，但是会有两个先生或小姐，所以怎么办呢？请各位注意一下、哦、你在插入，如果你第二次插入函数的话好像会盖掉 if， 所以记得、哦、第二次使用函数的话请你点前面这边找到什么了？找到 if， 它会帮你怎么样呢？把这个 if、哦、加到哪里呢？加到这个的后面、哦、所以呢等第二次使用的话建议是从这边加到后面、哦、OK， 这个可能要注意细节、哦、但没有很困难、啊、不过你不会你就是做不出来了，就是这样而已、哦、所以这个就是技能嘛、哦、技能就是会跟不会的差异而已、哦、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困难，但是你就是要把它学会就对了、哦、OK，不要只是说好像会讲，很多人就会讲但是做不出来的、哦、我们当然尽量能够会做会讲是最好的、哦、OK， 好 if 有没有，这个时候 if 就过来了，逻辑也跳出来了、啊、做什么呢？如果他的性别是等于男好了、哦、所以你就是把男、啊、记得前后要双引号，这个一定是必要的，然后你就把那个男、哦、输入到这个双引号里面，那他如果为 true 的时候呢就返还就串一个什么呢？先生，反之就小姐，就是女士好了、哦、先生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当然我们就会有一个两个的结果的判断，好、哦，让它有一个不同的称呼串接到哪里呢？到后面去，好、哦，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，根据那个性别就会有不同的称呼方式。好、哦、，OK， 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哈。哦，只是熟练不熟练问题啊，其他的话像 left 像 right 这个比较简单，自己在练习啊，顾名思义嘛、哦、取前面取后面的、哦、那还有呢接下来就是综合练习题了这个部分，那我们已经把什么刚刚的 and 讲完了， rept 讲完了， len 讲完了，剩下来、哦、这个答案应该呼之欲出了对不对、哦，不过好像应该比想象中难一些下来，各位可以试做看看，如果试不出来待会、哦、我们再来做解说好了、哦、那所以、哦、特别注意、哦、如果你对于今天课程的那个函数的使用、哦、非常的陌生的话、哦、我是强烈建议、哦、你一定要再花非常多时间，一定要把函数部分、哦、彻底的熟悉它、啊、如果你可以把这个熟悉、哦、我跟各位讲以后、哦，你的那个、哦、在办公室的能力上面绝对不会输给其他学院，商学院也好，理学院，他们不见得都会这些东西哦。OK， 所以他们不会，你会的话，那当然你就有个优势在了。啊、哦，也就不是只有文学院学生，好像一定这个部分哈、哦、不熟哦。不过这个部分的话哈、哦，是第一阶段，就是函数的应用哈、哦，我们还没讲到程式哦。所以后面如果说你还要更快、哦、一个按钮按下去所有的事情都搞定的话，哇，那当然就是要写一点程式了、啊、如果你也会写程式的话，那其实是一个还蛮愉快的经验的，因为其实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、啊、因为很多事情就是在瞬间可以把事情给做完了、啊、那剩下的时间、啊、如果你在
办公室里面做完，那当然你就有更多时间可以慢慢的悠哉悠哉的享受你的工作了，所以工作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忙忙忙，一定要不断不断的在花时间了，其实工作真的对的马上完成，不对的可能做10天20天，做再多的时间呢也不见得做得出来，所以特别注意啊，真的我是强调一点，真的是你只要会对的专业技能哦，真的很多事情突然之间就变得非常的简单，哦，这个我想你们慢慢会提，现在这个东西还是算最简单的哦，等于是使用方法里面最低阶的啦 ，OK， 啊，当然我们慢慢要越来越步步高升哦，好，所以如果你今天对于那个函数的使用哦不是很了解的话，那请各位就是回去哦，要不就是到图书馆里面找相关函数的书籍来看，要不呢另外一个方法啦，你可以到 Google 上面搜寻一下，找一些其他的教学。另外如果你习惯用那个什么用那个 YouTube 的话，你不然干脆 YouTube 上面找一下有没有这相关的函数教学，你也可以找找看啦，不过如果你 Google 一下那个不你 YouTube 上面搜寻影片的话，我想你应该会很容易就找到有一个老师他录影的东西，那个声音你应该会非常非常熟悉的，所以其他东西的话我想请各位就是自己再稍微找一下，把这个刚刚的东西把它试着完成，如果 OK 之后的话也试试看用那个就是综合练习的那个手机的那个栏位